我也很喜欢玩这个，哦，我出来那么多年，第一次碰到玩饮食的，哦，你手头上的有它多美？没有它多，没有它漂亮。哦，我是能量派的，我只看能量，不知道选形状。能量派的，就看这一颗，可以。这个就非常有意思，是个定向的实运石。哦，这个就像，哟，你看它，就是它下来的时候就朝一个你的方向。哦，这个也是个形状，像个小馒头一样啊。它的形状什么哎，漂亮，这个品种很，这个是新疆的，哦，这样子都不一样哎。这个叫什么陨石啊？这个叫雷公墨，学名叫做新疆的产的雷公墨，它跟这个雷公墨，雷是大雷，也是一种玻璃陨石。哦，雷公墨，但是墨。雷公墨，对，它黑墨是墨水的那个墨，对吧？哦，雷公墨，这个灵性能量也是蛮不错的。哦，这个重量没有那么沉哈。对，它里面它有呼吸孔。哦，有呼吸孔。小孔就是那个燃烧。不懂的会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火山石？哦，我一开始我觉得它比火山石要重多了，比火山石要重。不知道的会说它是火山石。我一直都有，但是没有，但是比这些要轻多了。因为它里面你看，它蜂窝状的。哦，这颗就算比较精品的定向陨石。哦，大一层才重叠下来，你看这是摩擦面，然后这有个卷面。哦，这个小精品。啊，不错不错。有没有那个当项链用的，或者那个手把件之类的？有没有那样的？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是摆在家里的吗？有没有就是随身携带的那种的？柜子，因为这些年陆陆续续的，反正碰到感觉合适的收一些。嗯，你看这个大手把件也是个精品，这个非常好。哦，这个也不沉。然后我看看比较精品的，确实比较精品的这块，你仔细看，你掂在手上看它的比重。这个有点黑的发蓝了，对呀，这个也比较沉，就是这个应该是喀什产的，喀什哦，新疆那边过来的是吧？对，这个重量比较重。这种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碳子泡水用的，哦，那这一颗也算也比较少见，你看，看它的颜色，表面积成龙壳。哎，这个摸在手上有点麻麻的感觉，能量的。能量，这个怎么测它的能量值，或者说感应它的能量值呢？你是怎么去感应这个能量的？就是，我感应能量是像这个拿着手里，或者是靠近它，我是可以感觉到它那个振动频率。你自己能感觉到它振动频率是吧？对对，比如说其实我们人体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很通畅嘛，就是经络很通畅。那这个频率振动的时候呢，就随着它那个振动就是很细腻，没有那种。如果我们身体哪里有什么毛病呢，它那个振动的地方呢，就会有停滞这样子。反正就是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哦，实际上一般来讲，不管是只要修为好的人，包括一些敏感女性，就说比较敏感的话，他拿在手上，他不能使。对对。嗯，尤其是那些，比如说，就我理解的，就说一些，冥想的呀、禅修的，他就说有一定的基础，他感应力超出常人的话，这些东西就非常帮助很大。我是这种感觉啊。嗯。也是。冥想还是你打坐禅修，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。就是我查了一下，就是说陨石它是属于那种正阳性的能量，对吧？纯阳嘛。啊，最基本的作用，你不管任何一个，比如说像地上这种就是很普通的了，是吧？啊，它最基础的作用，它纯阳性，它是纯阳的东西。嗯，纯阳的东西，它起到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镇宅辟邪嘛。那你比如说你是那个自己有修行，然后感应到，普通人的话，我们怎么鉴别？有什么方法吗？普通人实际上这个东西，简单点的讲。目测的话，首先一个，就说比方说，有什么仪器可测没有？有仪器，现在有一种那个光谱仪测，一个光谱40万。哦。那个咱也买得起是吧？
专业的那种都是那就知道它是不是陨石还是普通的石头是吧？陨石正常我们来分析去判断，首先一个比方说就是它的外形，嗯，是吧？它一般比方具备三个特征，嗯，比如呢？比如叫熔壳。熔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，表面就比如说这一个吧，你看我们现在拿的手里是黑色是吧？对。你透光它是紫色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嗯，我看我找个角度我看一下。哦，刚才这个角度就能看见。对，有点。嗯。就说肉眼去分辨它，咱就不要上仪器。哎，这儿能看见，你这儿能看见。啊，对，是。而且这是玻璃质里的一种定向。它从你看，它从太空进来进入大气层，嗯，是不起到阻力摩擦，起的高温。嗯，这个地方就是它跟大气层摩擦的时候融化掉的。嗯，然后看它侧面有一些细线，就是跟那个空气摩擦。哦，冲击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流线。它跟你不管是哪一种，它表面这一层，它都是进入到大气层之后跟大气层高温摩擦，产生一圈，就相当于镀了一层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像它是高温融化的，融化的，然后外面有一层。像保护壳一样，就是烧灼的，就烧焦了吧，这种感觉。嗯，就土话解释一下，就是它被烧焦了，表面这一层。啊，那这个也是个定向。啊，你看像地板上那些，这几块就不存在定向不定向了啊，有的可能在空中爆炸，有可能就碎掉了，是吧？碎掉了。嗯。啊。它这种呢，就是那另其他的两个特征呢？一个是熔壳，一个比方说就是这个所谓的磁性，所谓的磁性怎么说？这个磁性，比方说，拿这个，所谓的磁性啊，就说陨石它分几种。哦，好，它有磁性的。比如说，咱大类来分啊，陨铁是吧？嗯。然后铁陨石，那也是这种类，是吧？这是铁陨石，你看，这是阿勒泰产的。阿勒泰啊，然后这种呢，你看，这种就实际上是石陨石了，它的含铁量非常细。像这种呢，你看，你听这个声音。哦，也有，但是很这个声音很清脆。对，这个要拿铁丝刮的话，它是很清脆的声音。嗯，看这个是个定向，这也是定向的。哦哦哦，八年的新疆，后边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着地面嘛，不一样是吧？然后它从太空下来，这是下头。嗯，你看，这是跟大气层摩擦，你看到没？哦，产生的那个熔纹。所以说一般来讲，目测就是熔壳要有。哦。就说这个跟大气层摩擦的要熔流纹也好，还是就是叫气痕还是印痕也有，是吧？一般目测就这种。还有一个就是细皮磁。嗯，三种，就说哦，来确定有熔壳、熔纹，还有这个它的磁力、吸印，还有这个细磁性。嗯，但是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大概，但还有了你说这个石陨石它没有任何，嗯，它里面没有任何铁质的东西，它就细不死。对，它里面就说明它不含铁，它也许它含铁，嗯，也它不是细不死。所以说，像比方说像这种，你看，这是个碳质，它是一点磁性没有，就说它不吸磁，不是说它有磁性，它能吸磁铁的话，说明它里面含铁。哦，就比方说像这种，你看，玻璃陨石，玻璃陨石，嗯，你看，是吧？它是不吸的，啊，像这种。它是里面没有含铁的，所以人家说这个都是没有磁性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磁性是它含不含铁，含铁的多少。嗯，